九姨呀！想哪啦？发生什么大事啊？秋姨，你卡冷静的是我啦。哎，别急嘛，你先创啥啦？啊，恁是安怎困在客厅啊？小姐是啥物时阵来啊？啊，是安怎无爱倒去房间困，害我出来啉水，看到我惊一下呢。无啦，啊，都恁秋姨哦，所以一直讲听到啥物奇怪的声音，啊，佫唔知对倒位传出来。阿爷今日唔才敲电话叫来陪伊。吼，你是讲囡仔咧哭的声音吼？少伊有甲我讲啦。啊，不过我规暗拢困到好好，啥物拢无听到啊。小先生，你敢有听到啊？嘛无啊。奇怪，是安怎咱两个拢无听到，就敢那少伊听到啊？我即嘛啥物拢无听到啊，就敢那贫妇讲的。我可能是认床啊，做恶梦啊，全都是你啦！你安尼无代无志，摕一领囡仔衫伫人面头前害来害去，你是要我惊死哦？足无礼貌的呢！啊，唔都是一领囡仔衫尔，是有啥物好惊的啦？秋姨，你最近哪会对囡仔的代志特别敏感啊？敏感？哪有啊？哪无？不管是之前放在你房间内底的囡仔床，啊，搁有昨昏讲半暝听到囡仔的哭声，啊，搁有今麦捡一领囡仔衫行到安尼，这代志拢甲囡仔有关系呢。啊，你之前都毋是这简单就会去让惊到的人，哪会今麦对囡仔的代志反应这么大？哪有啦？嘛可能是敢那皮肤讲的，我换一个环境。可能较袂惯习，所以认床做恶梦啊，所以毋再去惊着。你莫想遐尔济啦。啊，不过我是感觉你这反应拢足无正常的呢。你会对囡仔的代志反应这么大，敢讲？不是，那不是我害死的，你莫回讲。你即马就跟我来去拜神嘞？我拜伊要创啥？没有，你甲讲。我甲丽云哦，伫困时阵有做一个梦梦啦，阮的人拢去梦到。讲啊！啊，着阮两个人啦，拢去梦到神嘞，倒转来甲阮讲啦。伊讲哦，真正杀死伊的凶手是你啦。唔是郑群义啦，按阮两个阿公阿妈哦，可准起公道啦。你要干嘛？这嘛是咧讲啥啦？这要哪有可能啊？无可能，失忆才几个月尔，伊根本都唔捌我。就算讲伊无，伊哪有可能讲话？唔是我甲伊失，唔是我甲伊失的，不是。姐啊，啊我从头至尾都无讲你甲新的失事。你若家己一直讲翕死翕死啊，是医生讲的啊。之前医生不是讲新的是去用翕死的。啊，你拄则搁讲新的袂认得你，啊，这什么意思？敢讲你的意思是讲新的即摆还搁细汉，伊根本就唔知影讲到底啊是谁啊医生，是这意思哦？不是啦，你莫胡白讲啦。我别讲，秋姨，你莫搁编啊啦！新的已经讲啊足清楚啊，害死伊的人就是你啦！无怪你会听着讲暗时有囡仔咧哭，原来迄是新的咧哭啦！因为无人替伊找到真正的凶手，伊感觉委屈，所以决定家己献人替家己报仇啦！我不是我啦，不是我家己认识的啦，是那啥杨永达。
你受过吓嘛哈？王慧，我叫你滚啊！十年的一声子啊！这款代志你都做会出？你欺骗阮大家，把所有责任拢送阮郑群燕身上，你的心肝是不是叫够薄去啊？你哪只好起来哈？代志发生的时阵，你是安怎白老实讲啊？搁要诬赖群义？ 你敢知影？你肯为着这件代志，甲群两个人离婚，伊这段时间，伊搁我一晚也挡过，你敢有看到？你敢有感觉到啊？你从啥是心理啊？吼，代志一定要做到这个地步，你才愿意承认你家己错误。我真正想无呢，是安怎你害死一条人命，搁会当过到这么快活？ 我当初哪会相信你，不爱去相信权益啦！老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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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
要良家妇女落海，我西人我骂阮查某囝，这拢总是伊教我的啦。这个查某这么了解，什么代志拢做得出来，这拢总是伊教我的啦。你讲了做伊外天，只我先良心。好啊啦，你过去来是哦，莫搁讲啊啦。这上重要的是要安怎处理这个代志啦？当然是去投案自首，凭出伊一个清白啦。你问啊，不用，已经嘛，我拜托你啦，我拜托你卖下你阿勇啦，要不咱卖应该卖下你阿姑啊，我下你阿姐回来，你没叫我去红馆，我真正是袂堪的，我拜托你另外两只狼上桥。我们全家，怎么变心来报仇啦？你做唔到代志哦，就要家己面对啦，是嘛？来警察局，住手！我不敢，我不敢。